如果我们正殷切等待一位重要贵宾到我们家来，我们会怎么预备？我们会努力打扫、收拾整理、规划所有行程，以最佳状态来迎接贵宾。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，提到十个童女等候迎接新郎时，五个警醒的童女不但提了灯，还预备额外的油，另外五个童女则没有。就在深夜时分，当大家都在打盹沉睡时，忽然新郎来了。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油灯耗尽，最后只有五个有备而来的聪明童女得以和新郎一起进去享受宴席。耶稣不止一次提醒我们，人子再来的时候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就像夜间的贼无从预知，因此我们需要随时做好一切准备，随时警醒等候。虽然我们都渴望有一天能永远在天家与耶稣同在，在那里没有眼泪，没有忧愁，但在等候的过程中，我们不需要离群所居，自我封闭，反而需要学习如何在俗世中成为圣徒，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和灵命的操练。在万物的结局都越来越逼近时，求主使我们明白和遵行上帝的旨意，随时警醒预备自己，活出在地如同在天的信仰生活，迎接主的再来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罗马书12:1-2。